可以演给我们吧。我是干不行，就面粉还不错呗，还可以吗？面粉不错，我只会擀皮。那肯定啊，特别好吃，特别好吃。弹性吗？这馅吗？是的，尝尝。对，下来尝一口。儿子尝一口。你这是做了吗？这是少了吗？没啊，没少，怎么吃啊？就直接煮熟，你熟呀？直接煮熟呀？不是，我的意思是，他叫我吃，我说这都没熟怎么吃？让你尝一下味道。到底在听什么？对，你可以过来，你让我给你干，就是姐嘛。来吧。